车上人越来越多了，哈哈哈。哎，就差班长一个了，就差班长，所以应该还有一个事件要解决班长。哎，解决班长很奇怪。依照昨天的记叙的话，应该是来到了特别实习第二天。贵族哥被他老爸叫走啊，所以其余的四个人要继续完成今天的委托。委托是什么呢？就是打怪。怀念菜色，看来应该先去看这个。应该有一个是要找师傅之类的吧。对面应该就是。舅舅哦，对，这个人是他。其实贵族哥他妈妈是平民，对吧？他还有一个同母异父，哎，不对，同父异母的哥哥，对，也是贵族的正室。那贵族哥其实只是一个妾身的小孩，对。不过他妈已经过世了，那这应该是他妈妈的兄弟，对吧？这是谁的舅舅？到汤，哦，所以要收集食材的，请各位去调度无法在店里面拿到的哦，是买不到的东西。魔兽油脂，哎，该不会我本来天生就有吧？哦，还有治愈草，问修女，这么好，也报名字就好了。找修女吧，魔兽油脂五个，我有这种东西吗？魔兽油脂一个，什么？我只有一个，我只有一个，什么 ？What？ 路人说说话，因为这游戏隐藏了一些食谱或是一些特殊东西，都是跟路人讲话。完全没有提示，真的非常非常糟糕，这样变你路过就要跟路人打声招呼，那也不是坏事啊。修女在哪里？哎，没看到。要不在房间里吧，对不对？马上帮你们准备，什么？直接送？我嘞嘞，还真的直接送。所以当变成就是重点是出去打怪拿东西了，从魔兽身上取得。哎，没讲是什么兽啊？这边会提到吗？让魔兽是壳白肉、红肉壳、红肉，没有啊，没有一只会掉。接到油脂哦，所以是北克鲁琴接到。北克鲁琴街道是这个地方的吗？搞不清楚。看一下委托。哎，是的，北克鲁琴街道的通缉怪物，所以刚好又过去打了。好啊，所以任务是在一起的。前往石桥，反起前去讨伐，所以看来可以直接去讨伐。OK， 正合我意，直接出发了。
不啰嗦，立刻出发。哎，好，这个红色点开是通信魔手的地方，啊，就是路过打一轮吧，看拿不拿到。通常剧情中的时候会特别容易掉，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然后等下就转身，然后揍他一拳。很瞎。万用招式。换着有点不痛的，嗯。哇塞，打打。哇。戦闘終了。先に進もう。这时候贵族哥就完全不见了吗？真的不见了。有感觉很难打，还要打五个，天哪 ！Oh my god！ 干嘛？先生，我死掉。啊，任せて。排除。痛。来。双人攻击的话，结束会进特殊，就是打出最后一集的话会进特殊对话。不过其实都是两都是同一句，彼此之间都同一句。行きます。チャンス、一気に行こう。あ、任せて。又回满了，用 CP 值没差，因为很忙就回满了，神速回。打不到道具啊，谁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状况？换的 fucker 的。啊，行こっか。行くぞ。私の番です。任せてくれ。我冲过来，冲过来。そこだ。对。刚刚高度差嘛，打不到。一起过，行こっか。排除。俺の番。哇，这次没法打三只。
道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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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游子吧，对吧？五个魔兽游子，我只有三个而已。金麻环。当运气的道具，ここが勝機ですね。私の番だね。崩れた。打单。ここだ。中断。ほら行こう。行きます。行くぞ。ああ。私の番ですね。私の番だね。崩れた。行くぞ。この手で道を切り開く。忘记看有没有拿到东西，没有，还是三个，太惨了。是啊，两个身上都有油脂，太难了。打三个怪吧，一个都没拿到，都打网友也太惨了啦。私の番ですね。任せてくれ。太惨了。こちらの先生。就是。押し切ろう。任せて。よよ。使用好魔，跟他用一下。俺の番だ。行きます。そこです。お、有宝箱。これで一安心ですね。うわ、是明胶。太惨了。怪哦，那个谁？哇，那我就只能打两只，很惨。开始。我的番。そうだ。今だ。出てきます。ああ。はい。行こっか。行くぞ。せっ。任せてくれ。はい。私の番だね。要被打了。好，还大招是哪招？直接断他招好了。何？看你要死了。まだまだこれだ。戦闘終了。拿到了。还是没有这明胶，很难拿。还是有特殊拿法，误会了。复活术，没怪了，惨了，根本打不到啊！
来多快。不用照咱们，哇，照还剧情，只能用血条来形容了。哦，还有其他事情。被通缉。昨天下午入侵。好几项嫌疑的，他被抓走了，这样。哎，不对，只有他被抓走。完全变成柴火，直接太重了。这隐藏人物要暗中帮忙啊。超雷。他爸算是对立的那个，他相当的忙碌，无法回去休息。但是波兰的呀，关键现在是软禁，管是管家来说没办法。虽然去昨天的地方酒馆，哇，这样我要怎么解？刚那个委托啊，真是很烦呢。好大案，虽然也许会当尝试什么结语哦，不是这样吗？太夸张了。哦，在找阿哥。
呢？直接抢过来 ，OP。太难了吧！烟雾弹，有啊，哈森呢？哈森脑袋烟雾弹，早死就是烟雾弹。哦，这条地下道就对了。哦，这个人是叫，就是他们，这个是刚刚旁边站那里那个在想怎么帮忙的。这两个一定是地下道，其实我刚去过，只是我没有钥匙而已，故意攀花。战斗掉他了，故意放着不管。就是故意给他选中，不是刚刀选中。我还是要先去解事件呢、啊，对吧？真麻烦。超过还没超过极限，那变我只要三个人去。找三人行呢、啊？得啊得啊！对，他要变刀了，什么情况下要变枪了？来，他，いきます。任せてくれ。行きます。チャンスだ。たたりかけるぞ。赶上一下。来，他没立刻。太厉害了，快速中，戦闘終了，快速击杀，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超难打的，这个道具怎么可以这么难打？还是我误会什么？感觉是很有可能是我误会什么。怎么可能这么难打、啊？这个道具太难打了。こちらの先生、押し切ろう。お、任せて。行くぞ。私の番ですね。行こうか。
道具，真太难了。这尾头真是太整人了。こちらの先生、おしきろ。来刷某个道具，刷爆啊！行くぞ。还差两个的，还不是一个，才最麻烦的地方。私の番だね。行くぞ。私の番ですね。お、任せて。行くぞ。私の番ですね。私の番だね。危険度低下。夜夜だね。没用啊，有纸哎，有哎，达到了。哦，差一个。完成，充满了莫名其妙。
来解任务的。哇，只剩三个人可以吃，哈哈哈。吹过来，刚好被锁住了。在街上拔刀的话，待会觉得，哦，姐会开锁，哈哈哈。他根本就是魔法开的吧？不知道，哈哈哈，他是魔法开。最好吃，这根本是魔法开的。看那个根本是超强的，做坏的角色。哦，这难道是纯休息点？场景一样，还在阳春啊？不是，应该说重复性很高这样。翡翠之都的地下，完全休息，我体力全满，完全不需要休息。ここが勝機ですね。ここ、ここ。俺の番だ。私の番ですね。哦，没有挂。私の番ですね。お、任せて。チャンス。マイ。行こっか。何？考え。はいはい。や、チャンスです。好、啊。
分能。俺の番だ。よしよし、これで大丈夫だ。回个血。我只为拿宝箱而已。不要过来，チャンスだ。畳みかけるぞ。左边的是比较大只的、欸、没有一样大，错觉。没有啊，左边是真的比较大只啊，我血的比较多。别挂了，浪费了 CP 是一个浪费了。他竟然吃到那个，他吃到致命级啊，知道吧？大部分拉致命级哦，火120，还 OK 啊。哇，只有拉不到10%血，现在没有比较厉害。大汉在搞基地，好惨！ありがとう。我把丢丢看到了。行こうか。いや。不痛，完全不痛。超痛，痛死了。ありがとう。痛死了。打死啊！没有反击。よし、これで大丈夫だ。すごい。拿这个宝箱，黄魂粉，哦，这原来有机关。哦，门开开，太合理了。いかにも中世の遺跡っぽいギミックだね。遺跡風格的有吗？ええ、水の力を使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か？这么厉害。
私の番だね。こちらの先生、押し切ろう。私の番だね。变蛮快的，现在练回来了。爽冲喵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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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で一安心ですね。哦，所以这里上去可能就是可以拿宝箱那个地方。こんな場所までわざわざ入り込んでくるとはな。え？この声。哟，他竟然从这里走出来！ユース、よかった、ご無事でしたか。他逃出来吗？無事に決まっているだろ。まさか屋敷に戻るなり、行動の自由を奪わ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か。そうか。どんな状況か、大体知ってるみたいだね。ああ、革新派を牽制するために、帝都知事の息子に濡れ衣を着せて拘束する。まさかそこまで露骨なことを父が企てるとはな。結局俺と話すつもりなど父には最初からなかった。ユーシスさん、まあ俺のことはいい。この地下水道の構造は兄から聞いて大体把握している。両方軍の詰め所まで先導するから、とっとと行くぞ。ユーシス一人で先月の実習とは大違い。父のやり方に納得いかなかっただけだ。それ今頃奴も心細くて別荘を書いているに違いない。それを目撃できるだけでも助けてやる価値はあるだろう。や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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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这 SG 这样觉醒的莫名其妙啊，不是他。对啊，幸运在他身上。両方軍の詰め所は西だ。とにかく急ぐぞ。西边，西边这边。没有，我先去拿东西。可可这样，可可。行こっか。弾光手榴弾。我可以打四支的。ポイント。俺の番だ。我打三支而已。そうそう。俺の番だ。私の番ですね。おお、手打五。駆動。それ。好爽。お、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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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戦闘終了。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完全。哇，差一点就。
闪电模式。拿宝箱，拿宝箱，拿宝箱！哎，果然是这里，曾经来过，旁边可以钓鱼，就来过。钟回复数，就正着钟回复数啊！真的嘞，烂半天。我已经有一个有一般回复数和中回复数的综合体，所以说这个才太烂。算了，哎，傻小，哇！还要爬楼梯上去拿宝箱，真是很累。要做这么花俏、啊，看有没有办法爬快一点。随分長いはしごですね。やっぱり。胸が大きいと登りにくい。どうやったらなんだ。フィーちゃん。よこい。まとめて相手をしてやる。どうぞ。私の番だね。エッジ暫時好了。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风打100。行くよ行くよ。好爽的嘞！哎，靠，他要死了，要输了！一速，跳！いいだろ。应该魔法的会干嘛？没发现。我的魔法，天哪，我在干嘛？他要自己站在中间，对不对？这很难用的魔法。任せるべ。站在中间。ありがとう。礼は言おう。あ、任せて。俺の番。行くぞ。行こうか。私の番ですね。俺の番。杀他！クリア。まだ気を抜けないね。
然后什么？よし、掴んだ！主角升级。电器好像很厉害，又好像不厉害。原野上面每次攻击敌人皆可以使 CP 上阵啊！到底在干嘛？这行全部都穿裤子，哎，有穿裙子的。对，没差。好，任せて。行くぞ。は。行きます。一滴，我们看错。地和风，哦，我天哪！任せるがいい。一滴，无言了，太无言了。哎，下班，班长一滴怎么看的？これで一安心ですね。太吓人了，吓到我了。私の番だね。任せてくれ。圣灵药，解除所有伤状态。放在箱子的，哎，应该说那个旁边的罐子掉出来都是解一些负面状态导致。格子扉か。近くの仕掛けで開くはずだ。探してみるぞ。探してみるぞ。啊！好走好远哦。チャンス！畳みかけるぞ。私の番だね。他主要伤害输出。行くぞ。任せるがいい。毕竟班长是魔工。私の番ですね。私の番だね。可惜没有link到。俺の番だ。速だ。よし。これで大丈夫だ。把这拔出来还得了？没有，没有换武器啊，还拿了一开始那一把。哎，是吗？哦，对，还是拿了一骑士剑加一，对，没有错啊，一开始那一把没有换。干，我超省钱，我快变省钱魔人了。目前还 OK 啊，伤害都还上得来，对，没什么大问题。你们是省钱魔人，哈哈。这叫做玩 RPG 又有强迫症，就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省钱，但是就省钱了这样。俺の番。行きます。え、そう。
哦，原来 EP 花100多，很好。先を急ぎましょうさ。不过我还是有帮主角和飞买武器，不过没有改造，就是只有买。啊靠！哇，没注意到，差点就中计了。よし、さっさと終わらせろ。行こうか。行くぞ。水和火，烧伤害。駆動。崩而已。哇，打一局，哦，两局。私の番ですね。呀！哦，有痛有痛。私の番だね。留给班长打最后一下，他就可以回 EP。俺の回超少，天哪！加减回。哇，任せて。哇，这打都不痛，水很火都没有水火的油。行くよ。いいな。哦，有痛有痛。哦。行くぞ。再留给班长打吧。加上。そこだ。194，打下去。管不加10而已啊，有个少的。行こっか。崩れた。続きます。待って。前に。私の番だね。我一旦应该打得死了。行きます。哎，没事，直接无言了。哎，有回武器的，直接说，好像打我这没怎么赚，把他打死吧。クリア。まだ気は抜けないね。呜呜，升升升，好多级升级。やりました。やりました。通。原来是三个角色升级。要爬上去拿东西，我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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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打怪吧？哦，没有，哦，是什么？好像厉害样子。混乱，现在不太需要的样子，留着以后再用吧。宝箱，无尽的宝箱，机关应该在另外一边。哇，哇，残念掌，残念掌，なんとか切り抜けましょう。残念掌啊，私の番だね。白衣毛蛇。哦，三次有赚，一次有赚。私の番ですね。双重喵喵兵。いいだろ。哎，会冰冻。哦，任せて。哦，刚刚班长杀的吗？哎靠，还能杀到，拿到！我的是老板的，哎靠，没一箭双雕啊，好远远！哇，这拿反击死！行こうか。任せるがいい。私の番ですね。
を急ぎましょうか。我说 EP 不用这么省吧，吃个道具不就回复了吗？不用玩得这么累，这叫强迫症。任务就是要去救人，最好是一群学生要去救一个被军队关起来的人，莫名其妙。お宝見に行け。驱动还有了，不重要。还在没有存档，应该不用。打王前矿都会有补血器。やっぱり胸が。看着他。フィー、そのくらいにしなさい。またく。搞笑日常。钥匙孔都没有。单方面通行的闸门好像很合理。那种秘密绝招。これならなんとかなるかも。每个人都身怀绝技。フィーちゃん下がってて。那种靠蛮力。なんだ。一体何が？イグニッション。乱爆。哈哈哈！好悲啊，是来拆门的。哈哈哈！うまくいった。哈哈哈！うまくいったって。フィーちゃん。今のは爆発物か？爆裂。携帯用の高性能爆薬。携帯用高性能炸弹。可塑性もあるから、こういった工作には便利。爆薬。どこでそんなものを？フィー、この際だから教えてくれるか？君は一体何者なんだ？他不在救人，他在聊天。リーさん。思えば入学式の日も君は一人だけ床のトラップを回避していたようにも見えた。俺たちよりも2歳年下なのに身体能力では引けを取らない。そして戦闘力に至ってはセーブすら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何？まあいいか。士官学院に入る前、私は両兵団にいた。爆薬の乾燥度の扱い方もそこで全部教わった。ただそれだけ。それが普通だ。家がそうだったのか。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一流の傭兵部隊の一流そんな風に呼ぶ習慣があるって信じられ死神。死神と同じ意味だぞ。私死神？いや、そうだな。何囚われる具はおかすまい。ええ、私たちにとってフィーちゃんはフィーちゃんです。フィーちゃんはフィーちゃんです。フィー、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それとごめんな、聞き出すような真似をして。気にしてない。それよりマキアスを助けるなら早く入った方が。ああ、よし、中に入る。太夸张了。哦，传说中的存点吗？这故事告诉我要存档。这故事要先休息一下。然后再。
较厉害的吗？没有，都有了吧？真的了不起！再解锁，哇，好贵哦，400，好贵，好贵，好贵！多少？120，200，400就400吧，好贵。好像没有什么火可以放，放你攻击魔法，这是可以放什么？驱动，驱动已经有啦，所以还是一样放一些辅助性技能的，魔防加一。防御力增加，风也没有什么好放的啊。黑暗之刃，脱兔是超烂的，放回避力好了，实在觉得没什么意义。哇，至少可以放驱动。好了，意思意思，有放终于没放好了，只有存档案。打王，打王样，哎呦，11点，快12点半了。